别管我！表哥，狼心进不了圣胎，就要回归宿主体内，你这样的血肉之躯是阻挡不了的。我不管，我不能让玲珑死。先生，先生，先生，你想想办法救龙的先生。我果然猜的没错，你身上也有狼王能量啊！真是老天帮忙啊！你是谁？啊，白袍使者弥撒，黑袍使者弥亚，我就是狼王许英身边的白袍使者。你说什么？你也是狼王的使者？是，狼王许英是我的师父。你想干嘛？我要从你身上